Welcome to session four, Diaspora as Diversity. 欢迎大家来到第四场会议，多样性移民，包容性和归属感。我的名字叫 Riddle， 我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教授。我今天非常荣幸能够给大家主持这一场重要的会议。SDG 呢，就是全球契约要求这个多样性和包容性，这是这一条对于移民侨民能够这个在东道国发挥作用，尤其是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是这种包容性、多样性是具有当地全球区域性的重大意义的。首先我们开始从东道国学到了这个，也就是墨西哥这个东道国，一位发言人，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倡导者，也就是全球的移民的包容性。他在这个领域呢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负责这个战略方针政策方面，使用高科技手段，所以他具有非常高的这种高科技的技能和能力，在好几个公共与私营部门，包括打击腐败等等领域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位先生他会有十分钟的发言，有请。Hello everybody. Thanks. 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简短的发言。你把屏幕打上来，把 PPT 显示出来。So we have the presentation. This presentation in English, but I will explain in Spanish. 但是我会用西班牙语来发言，因为有同传。Muy buenas días a todas y todos. Gracias por recibirnos en esta cumbre de la diáspora. Nos toca.尊敬的与会者们，非常高兴参加这一次的全球侨民大会。我会给大家介绍墨西哥的这些做法。这个我们这个侨民组织呢是专门针对海外侨民，墨西哥的海外侨民的服务的。请翻下一张。这是我们在世界各国的墨西哥人，有1200万墨西哥人移民到了世界各国，绝大部分聚集在好几个地区，97%是移民到了美国。在美国的有这个600万人呢是没有这个记录的。我们知道有3800万人，他们墨西哥人呢，他是住在美国的。我们制定这方面的政策，帮助他们，帮助这些侨民。我们跟很多这些。包括孩子了，跟着家长一起去移民的，他们有他们的梦想，为实现自己的梦想，到了其他的国家。我们还有许多其他的土著人民，他们也是移民到了美国。
他们占很大的比例了。他们说的是土著语言，墨西哥的土著语言。他们在美国呢，他们没有什么这个存在感、发言权，所以我们墨西哥政府呢，在这方面做很大的努力，来提高他们的地位。我们在不同的性取向方面也有不少的人，有很多人他们是符合移民到美国的条件的，这是因为他们都有技能，他们都是一些人才，在其他的国家工作。我们想简单的说一说，对于我们的墨西哥的这些网络，我们有三个，主要是在美国了，我们就有三个这个大的领域要保护他们。然后有文件记录，这个左边，右边的呢就是还有社区工作，就是全球的，在这里边设立了一些网络，也包括领导者协会、公民社会，这些都是网络成员。在2022年，我们把重点放在墨西哥的社区的注意力上，就是有三个领域。第一个呢，就是国际战略的接触。我们要建立起这样的全球的这样的代表网络，提高他们的实力。第二个呢，就是全面的展现或者代表海外的这些移民社区。第三呢，就是要给他们赋权。我们要使我们的社区给他们赋权，启动了一系列的计划项目，来展现他们的利益和兴趣。我们这个 IME 呢，就是海外侨民组织。他们做什么呢？我们就是在2003年的时候创建的。我们有四种主要的功能，就是促进并认识他们在墨西哥的侨民，第二个就是鼓励他们建立对话，第三就是建立协调和当地的政府机构组织建立协调，第四个就是选择一些提案，促进他们在海外的融合融入。我们是在墨西哥的领事馆里面是怎么表现我们的存在的呢？我们有这么多的领域，教育、卫生、金融，还有本土这个土著人士的中心、文化、体育等等。那这些是怎么作为资源中心来进行运作的呢？我们有中央政府的支持，比如说在左下方就是医疗卫生方面，我们卫生部就提供4000万美元的这个资金，把他们分散到每一个领事馆去，使他们能够有机会提供不同的服务，给这些移民提供服务。我们希望把这些卫生服务呢，能够提供给这些移民。那有哪些活动呢？在领域，在卫生领域，我们有50个这样的资源中心，就是所谓的窗口。我们可以这么说吧，墨西哥的在美国的网络是最大的一个网络，移民网络、侨民网络。我们开始这个不光是医疗卫生的，同时还有心理情感方面的支持。比如说在这个 COVID 也就是新冠疫情期间，我们跟很多卫生机构
合作，提供生理和心理方面的支持。我们也制定了一些政策策略，针对那些精神健康，跟墨西哥的一些大学合作，从而能够拓展我们的医疗这方面的服务的范畴，包括这个精神疾病，让我的移民能够更好的享受到这些服务。我们在大学里面也有心理学领域的这些医疗服务，改善移民的心理健康状况。这些服务还有针对女性墨西哥人和留学生，在这些疫情期间，我们是不断的提供这些服务。教育方面，我们也建立了非常重要的一些，启动了非常重要的项目啊，并且提供了资金，这是针对年轻人的。我们还有一些网络，美国有这样的网络，使他们能够更好的去实施。我们也创造了高等教育机制，也是针对留学生在海外为他们服务。那金融方面，就是财务的包容方面，我们也提供了一系列的包括银行业、社保，大家在这个列单上面都能看到有许许多多。非常的繁多。我们目前正在为墨西哥海外的妇女侨民们提供这样的服务，这是第二个版本了。最早是在美国，在欧洲也有一个。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公民民间参与战略了。我们现在这个战略正在在这个身份证方面下功夫，让他们能够在东道国能够参加选举。而且我们还有一个项目叫做两国之间的领导力项目，这个让他们融入到当地的语言，帮助他们学习当地的语言。再一个战略就是跟国外的社区建立起联系，就特别是人才网络，让他们有机会，比如说35个国家，我们有6000个这个成员，大家都在一起，充分发挥墨西哥人才的作用，让这些特别是双语能力的人才，我们在文化参与以及其他的方面都有网络活动，很多这项很多很多了。Un reconocimiento desde el gobierno de México a los migrantes que han destacado defendiendo los derechos de nuestros mexicanos。同时，我们也提供或者是创立一项基金，文化方面，还有一些我们举办电影，还有一些这个就是在电影上面，也做了一些许多的活动，促进土著语言，让土著能够维持他们的权利，这些网络。此外，同性恋等等团体也是我们关注的现象。此外，对于回国的侨民，墨西哥不同政委部委向他们提供不同的服务，教育、劳工和发展方面。在流行病期间，
海外侨民汇款大幅度的增加。在法国的侨民和一些心理学家合作，来为学生，特别是妇女学生提供帮助。在流行病期间向他们提供健康服务。好，就介绍到这。谢谢您的对墨西哥的介绍，介绍了墨西哥海外侨民的情况。下一个是 Gurak 的女士，根据她在土耳其的经验，她的一个叫做土耳其 Win Turkish Win 的网络，在促进下一代土耳其妇女的发展。好，现在你有12分钟的介绍时间。好，谢谢。现在和各位谈一谈我的经验。我是来自于一个侨民家庭，同时在听我讲话的时候请记住，我还是一个土耳其公民，进行一些社会企业的活动。现在介绍我的家庭成员，他是我这个祖母一代移民到美国，离开土耳其原因很独特，就是要和丈夫丈夫呢这个离婚。当时土耳其是不允许在土耳其离婚，他到了美国，有当地的一个墨西哥裔向他求婚，当时不知道他已经是结了婚。他要求墨西哥土耳其领事馆帮助，领事馆拒绝要求，美国当局进行干预。之后呢，他成为了一个企业家，同时他这个在44岁的时候离婚了。我的家庭成员分布在美国各地，现在已经是第三代了。在我们家族成员呢进行互动，进行沟通，在教育方面，我这个在美国大学取得了的硕士学位，后来去了纽约。在纽约开始职业生涯，同时获取了博士学位。这就是要告诉我的家庭其他成员，只要努力是可以取得成功的。在美国我加入了一些网络，美国土耳其裔的网络，财务社会方面的网络，同时让大家进行沟通，分享信息。当时我并不觉得我是100%土耳其或者是100%美国人。2010年我在纽约加入了一个土耳其的网络，成员呢都是和我的背景
差不多专业人士。这就是我们交流的目的之一，就是交流祖国的一些信息，土耳其的信息。通过这个平台，我们相互帮助，以便把这个传统承传下去，帮助下一代土耳其裔的成长。好，在我们的网络一个数字平台，相互学习分享经验，好的经验坏的经验，来启发其他的成员。团结在一起是不错的，不过如何扩大这方面的工作？好，我们的活动之一呢，如下。我们呢要动员一些自然资源，促进经济增长，同时要把工作放在一些重点，比方说妇女问题。妇女在土耳其劳动力量呢占30%，这个相当等于这经合发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第二点，新的职业岗位、新的专业出现了，让这个成员发挥他们的才干。此外，我们提供向成员提供的选择。如何做到这一点？首先是相互学习，寻找就业机会，建立社会联系。建立这样的一个社交网络进行交流。我们呢里边有一些专家来自于侨民的不同社区，交流概念。好，这是我们工作的四个要点，主要是相互学习。这么做呢，让他们获取能力，赋能的作用，这就是所谓的社会资本。在一个英语学习的平台，像在土耳其国内提供英语学习的机会。2014年，我们鼓励更多人，特别是女性，参与平台的工作。2015年建立了这个对男女成员开放的平台，他们打从开始就交流社会资本的经验。在这平台上，我们和青年
进行工作。我们呢，总共有3000多个成员，一个数字平台，有不同的专题讨论。年龄组大概是35到40岁。我们经常讨论亚洲、美国、欧洲侨民的情况和青年在这一方面进行工作，如何把不同的社会资本联系起来，分享社会资本。2011年成立了一个叫做 MIA 的平台，在土耳其国内有一些伙伴，我们筹集了150万美元的贷款设施，主要是向土耳其国内妇女提供小额贷款。其中有个同事到了亚洲、欧洲和美国，和当地的一些非政府组织合作。之后他把这样的一个模式拿到土耳其国内，和美国一个商会合作。现在呢，国内有120个企业参与。通过这平台，我们的鼓励或者向年轻的土耳其妇女提供一些健身活动、健身房等等的设施。屏幕上看到我们不同伙伴，我们没得到任何公共的资金。我们呢，都是因为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热情，在平台上进行交流。我们建立了一个数字平台，通过故事、讲故事的方法来吸引更多的参与者。此外，我们打造这么一批的变革者和青年人合作。一会我再回来讨论这问题。这是我的母亲，她身体状况良好，还在工作。她是一个具体体现多样性、包容性的一名妇女。在侨民、在移民的工作中，我们动员私立企业、公共机关的参与，来促进这创业的精神。同时和开发署合作，让我们的平台更有智慧化。刚才提到我姨妈的一个例子，她说她希望能够动员100多万的
的会员参与。好，谢谢各位，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介绍发言，我也马上加入您的这个平台。下一个 Abdullah Yewa 女士，她是一个律师，杜切克斯坦的一名社会活动家，他启发了很多的社会运动，在中亚进行活动。好，您现在有十分钟的时间，谢谢。同事们，在这次的介绍中，永东。Sorry, I have to switch the translation. 听到英语、法语同时发言。好，在我的介绍中，重点是法律框架，通过这框架进行移民的工作。啊，你从。刚才又听到英语、法语同时发言。此外，也进行规范性的工作。当时，侨民和这祖国的合作也需要一个法律框架。我们对法律框架进行分析，非常抱歉，发言人的声音听不到。好，主持人说，我们现在在这个技术上声音有一些问题，非常抱歉，打断你的发言，非常抱歉。Is it good? No, it's good. Perfect. Thank you so much. First, it's essential to mention some fundamental documents which. 现在好了，有一些重要的文件值得提一提，就是跟这个移民治理有关的。必须要有良好的治理。这已经在这个全球契约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了。这个是在目标第十九里面提到，这里面有好几个重点，提供优质的这个服务给移民，对当地经济做出贡献，创造条件，而且这各个层面，包括国家、区域、全球，还包括要指定的这些办事处，在不同的机构都要有这样的机构，鼓励移民们更好的这个参与，包括语言翻译，还有其他的一些
优先事项也在这个第十九条里面，就是目标第十九讲得很清楚，要求政府确保就提供必要的条件，创造包括合适的交通服务，还有这个签证啊，公民身份啊等等方面的支持。定义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非常重要。我们讲这个 diaspora 移民啊，或者是侨民，我们先从理论的层面着手来定义这个 diaspora 它的具体的含义。因为大家知道国际法里面没有对这个词做出明确的定义，所以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做一定的工作。在我们的研究当中，要想把这个侨民 diaspora 或者侨民移民这个定义我们因为这里面有好几个不同的解释，就是具体的字典里面的解释了，是一大串，因此它是具体来说，它是这个人是在两个国家了，涉及到两个国家，因此就是涉及到了这种移民，所谓的侨民也就是这个意思。在国际的层面把这个 diaspora 侨民的这个国际移民组织的定义是非常值得值得重视的。这个是2014年的时候推出来的，就是这么一段话。他们有这样的背景，他们到了这个东道国要有这样的主人翁感，有这种归属感。我们把它叫做跨国境的一个社区，因为它涉及到了全球的这个移动，就是跨境移动了。这样的定义表明它在这个移入国的社会的融入方面以及它的身份方面都是有重大意义的，比如说在区域层面也是如此。这样的一个定义实际上就把移民或者侨民的特征非常明晰地表述了出来。这个是 IOM 国际移民组织的定义了，而且这样一来，就所有的不同的这些分歧都已经聚合到一起，起到了一个非常的趋同作用。因为不同的国际组织他们对此有不同的解释，另外这里面还有这个儿童的权益受到尊重的问题。那么在讲这个 diaspora 这个词汇的定义啊，以及在国家立法方面，你像这里就列出了在亚洲地区这个词汇很少使用这个 diaspora， 而且就在法律上面更少的出现这样的一个词汇。就更不要说他在这个移入国家的经济贡献方面了，在非洲也是如此。这个词汇是使用在法律里面的，但是其他的词汇呢也有，所以就比较混乱。美洲是在有些国家它是使用的。大部分的定义就是说生活在国外的国民。欧洲呢和中亚地区有些国家他们使用 diaspora是作为一个技术词汇用的，在一些国家他们说的是叫做侨胞，叫 compatriots， 或者说 citizens abroad， 就是海外公民，或者说居住在海外的这个人士，或者是前侨民、前同胞，
都是使用这种不同的术语了，所以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说法。亚洲和美洲他们的定义呢是比较宽泛，所以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呢也有时候会出现这些混淆。就是主要的一个缺陷呢，就是他们没有把这些侨民的法律身份界定得非常的清爽，所以在实际的操作当中觉得由于这样的混淆，所以他们的权益呢就不太容易得到合法的保护。这里我想说说一说我们的做的一些研究，来分享来分析我们做的研究是为了分析这些侨民或者移民的权益问题，也就是从许多的层面了，包括他们的这个宗主国原始国家以及他们的身份证啊身份和法律框架等等，所以使得他到了其他的国家之后他们的身份能够非常的明确。这样的研究会涉及到了不同国家的比较分析比较研究，我们有五个国家在进行比较。这所选的国家呢我们有这以下的这些标准。就是从法律啊从政策的层面来识别他们的身份他们的权益，就是从法律的角度。另外还有要考虑到这个数据的可用性以及语言的翻译，所以这些有了这样的分析的之后呢我们就知道有助于制定国家层面的法律，这是我们所做的一些贡献。谢谢大家。谢谢 Mr. Deloy。这当时叫你停顿下来了是抱歉一下了，因为那个时候你的讲话非常的重要，但是你的 PPT 呢放得很小，所以我们就要求你把它放大。底下我们看有没有一些问题，你们可以用聊天室这个功能提出你们的问题。我看到这里面已经有几个问题了，有任何的问题你都可以随时给刚才的几位主题发言者这个提问。因为我们刚才讲到了很多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区域，包括墨西哥还有这个中亚地区，我们也讲到了一些定义，到底谁是侨民，他对于这个原始国和宗主国他们的定义如何，这些词是比较多的，因为它涉及到了一个到另外一个国家去生活的人啊，他到底是需要哪些权利，在这个方面我们需要集体的做出努力，我们非常要审慎把它写到这个白纸黑字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有一定的证据，要有这个研究结果给它支撑，所以这方面是非常重要非常审慎行事才好，这才有助于这个多样化。我们也听到了不同的形态来给多样化怎么加以实现，尤其是从政府的角度这些网络关系啊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原始国还是这个到了另外一个国家，我们双方各国家都必须要进行共同努力。这地方这个高科技的手段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比如说刚才土耳其他们就做出了努力，的确他们要把这个高科技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了，比如包括那些平台的设计都必须要充分的考虑。
因为这的确是能够发生很大的重要的。侨民，在这方面，我们他们就是土耳其那边做的，从政治、社会和经济这些资产，我们都看到了这些移民，他们是有非常重大的作用的。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聊天框里面大家有没有提出了一些问题。当然有，我看到的第一个问题，我看到非常问得非常好。他这个问题是给所有的，就是很明显多样性、包容性和归属感问题啊，正在成为一种考虑框架。它可以提高在这个基金会和私人部门共建的知名度，同时对这些部门的许多主要组织都在解决这个问题。关于我们如何提高侨民在这些领域的参与度的任何思考，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它是否能够跟我们的定义更加灵活有关呢？那我们刚才的三位发言者针对这些问题能不能做一个解答？我来谈谈我的想法吧。对这些全球参与者，我可以用百事可乐这个公司做一个例子吧。百事公司就有这样的一个计划或者是项目，它是跨国的。因为他们旗下的员工啊，有很多的侨民移民者。我曾经本人就在微软里面，有看到里面的不同的民族的人员工啊，有120多个国家，非洲人、亚洲人等等。所以我就感觉到，百事可乐的工作做的是非常好，他们在相关的领域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去相互认识，不仅仅是侨民、移民，但是他们还有提供了很多的手段和工具。有这样的一个，我们要讲到我们所谓的这个框架呀，归属感框架，他们在这方面就做得非常好。他们比如说我想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在这个公司工作，我有哪些愿望，我怎么给这个公司做贡献等等。都把诸如此类的这些声明啊，包括包容性方面，让他们表述他有什么想法，公司该提供哪些方面的支持，哪些不足，它有哪些优势等等。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就能够把百事可乐的所有的员工的积极性都调动了起来，实现公司的愿景，包括心理层面的。我们可以把他们连接到不同的公司的项目和计划当中去，从最高层着手了，领导力、领导层都有这样的意愿，推出许许多多的相应的计划和项目，就使得这样的框架能够落地实施。针对这个刚才这个问题，有没有其他人想回应啊？与会者也行，嘉宾都可以。嘉宾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与会者也提出来的，就是新你在美国工作过的，我们也听到了你介绍的墨西哥的移民在美国的生活和工作状况。那就是老乡会这样的，就是 hometown， 就是家乡会啊、老乡会这样的协会，对于
这个墨西哥在美国的侨民他们的认识度的提高做了哪些贡献呢？有没有什么跟我们分享？目前我们正在努力的建立这些小的围绕着我们的这个领事馆建立一些小的这些网络组织，比如说针对多样化这个议题，我们在考虑那些不同的组织，包括大学，包括一些不同的协会，都是为了确保这些侨民的权益。还召开了一些特别的会议，表述我们在这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啊，集思广益。我们看到在不同的这个领事所在地啊，建造这样的一个个小的网络，把他们串到一起，这是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而且还有新的这些网络在不断的启动，尤其是跟大学这些留学生呢，举办的这些活动，都是为了帮助墨西哥的移民，墨西哥的留学生。今年也有很多这样的活动，明年我们要在这些小的网络组织基础上进一步的扩大，去拓展到更宽的范畴。讲得非常好，谢谢。Ms. Abdullah-Ivan， 你能不能给我们讲述一点故事，看你们不同的网络是怎么交叉，相互之间是怎么协同作用，是怎么发生的，共同来促进集体行动，让人们的确有一种归属感和这个主人翁感，让侨民共同发挥促进变革的作用。我刚才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我这个技术上设备有点问题。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个故事，就是看你们是跟具体的每一个个体移民在小的网络当中是怎么在一起配合工作的，其目的就是提高他们的意识，使得他们认识到自己是这个社区里面的更大社区里面的一员，调动他们共同采取集体行动。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当然在这你指的是我的个人的经验对吧，是的，是这个意思。我是来自于中亚地区的，在中亚移民现象还是比较新的，起码在我们地区。他们移民到其他国家，不过还和祖国保持联系，保持他们的公民权利，保持他们的国籍。刚才听到欧洲人权问题在审议一些侨民的人权问题，包括在俄罗斯等等。从我个人经验来说，这个问题正在变化中，演进中。我们在这问题上还没找到方法和移民共同合作，为了动员
他们参与经济建设工作。这些移民呢，海外的侨民需要一定的法律框架，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不过感谢您提出了这问题。同时要强调，这是一个正在演变中、变化中的问题。还有 Knack 先生，请你提问。侨民如何对这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这是我要谈的一个问题。如果我是一个企业领袖、企业领导人，我对可持续目标表示关注，比方说对气候变化，那不管我是生活在德国、美国的土耳其人，那在土耳其的解决方案是和在美国不一样的，这也就是不同观点的多样性。如果政府决策者能够动员侨民参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些活动，这是一个可取的做法。这里不需要太多的时间，通过一些学者的研究，能够向企业家们提供的一些建议、一些意见。有这样的一个特定的议题，就能够获取侨民的具体看法。不管我生活在哪一个国家，我对这方面的交流是感兴趣的，因此我认为应该围绕在一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行工作、进行活动，以便达到讨论的目标。这就是我回答这问题的个人看法，谢谢。请问其他的专家、发言人还有意见吗？也就是移民对多样性、包容性、归属感这个框架有什么看法？请问发言人有什么意见吗？En mi presentación les comentaba sobre este programa que hemos lanzado a nivel consular de emprendimiento para mujeres en conjunto con la Universidad de Arizona. Y inicialmente, 我们和亚利桑那大学合作，开始的时候我们讨论赋能的问题，对单身母亲、对单身的这妇女移民提供财政援助，特别是在亚利桑那州附近的侨民。为此，我们和美国的不同侨民社区保持联系，以便更深入的了解他们的问题。我们的对象是墨西哥妇女，他们结了婚过后移民到美国。不过不管是在美国和欧洲，这些签证不允许他们工作，因此我们发展一些工具，来研发一些工具，如何让这些妇女在目的地国能够就业、能够工作。
特别是在面临家暴的情况之下如何生存，这是一个跨学科的问题。清楚的一点，妇女的赋能授权呢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才能够执行这计划。我们同时得到了不少机构的不少组织的援助。此外，我们可以谈到一些有一定学历资历的一些侨民企业家商业家以及一些有合格的人士，他们能够向这些妇女提供小额贷款。好，谢谢您的意见。的确，这是一个非常的例子，说明了移民领导人，说明了政府能够建立一定的机制，制定目标，动员侨民的参与。现在看到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从移民的观点来看，应该进行哪一些的活动，让移民能够发挥，能够掌握一种归属感，能够体现多样性，不管是在居住国还是在来源国。换句话说，移民如何在他们居住的国家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好，我来答。If you are relevant, if you have something to say, 我认为，只要提出相关的问题，侨民在居住国会能够找到适当的地点、地方。来进行交流，比方说对技术感兴趣的话，就可以找一些技术平台自我介绍。这样呢，要有一个有关的问题，相关的问题。特别是土耳其社会活动家、社会企业家能够参与这些相关的活动，不管居住在哪一个国家。此外，要动员年轻人，年轻人之间呢，之间有更多的共同点，比老年人之间的共同点更多。他们这体现了包容性。Until you know, the generation Z comes to power, they come very inclusive, and they don't otherize. 他们一旦成年了，就业了，就能够持有同样的包容性的态度来进行工作。主持人问了，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古德雷斯先生。我们要探讨一些共同问题，解决共同问题。在美国，当然不一定只谈到
墨西哥移民的问题应该扩大范围，提到西班牙语的美国移民，他们占美国人口13%。为此，墨西哥和洪都拉斯其他拉美国家进行对话。比方说，在新冠流行病期间，我们担心的是移民能够获得一些疫苗吗？领事馆为此进行了工作。此外，墨西哥领事馆也向外开放，让其他的国际公民能够接种。这是我们开放政策的一部分。我们要在各区域进行这方面的工作。谢谢，携手合作确实说得非常好。还有其他的发言吗？好，我就继续讨论刚才的一个问题，梅丽克提到的，从法律角度来看，让侨民有一定的法律框架和当地的居民打交道沟通。因此，首先要在定义方面，移民的定义方面做出一些结论，看来是很简单的工作，不过是工作的第一个步骤。好，就快要结束我们的讨论了，非常高兴有机会听到你们领导人宝贵的意见。好，请介绍人每人分花2分钟的时间，对移民领导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的移民领导人，要提供哪一些建议？比方说，在今后就业方面，需要掌握哪一些技能？如何让年轻的一代能够帮助我们达到多样性、包容性、归属感这三大目标。Ms. Abdulaeva, since you're on screen, would you like to go first? Lori Watson. Can I have a bit time to reflect on the question? Sure. 好，让我一点思考的时间吧，一会再答。好，我可以回答了。下一代，在我看来，已经做好准备了，我们要为他们奠定一定的基础，他们的观念心态是正确的，有一定的技能，能够提供解决方案。问题出现在我们如何对待移民问题，这个大问题。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平台，有一定的技能，他们体现的包容性，因此要为他们打下基础，让他们成年过后呢，之后呢，不必从零开始，重新开始。我们要完全信任他们，要了解他们之间沟通的方式。让年轻人能够再介绍这个整个世界是同一个社区的概念，包容性的概念，
让他们有一定的资源通过网络进行工作。谢谢。还有其他的意见吗？Gutiérrez先生。Trabajando con los jóvenes de la diáspora, aprendiendo de ellos, sobre todo son ya generaciones que crecieron. 我们和年轻的一代工作，年轻的移民一代，他们生活在其他国家，生活在美国，他们形成了一个双重文化。双重国际的群体，在去年十二月，我们动员了来自于30多个州，在墨西哥主办论坛，分享意见，分享工作。此外，也在政策方面做了工作。听听这两方面，美国和墨西哥对双重国籍的看法。我们也鼓励在墨西哥的年轻人第二代，或者是居住在美国的年轻侨民，能够了解他们祖宗一辈的情况。为此，对双重国籍问题进行对话，他们呢打开了这条道路，年轻人打开的道路。通过这个计划，我们也鼓励他们获取高等教育的机会，让他们通过教育，通过赠款让他们获取更好的就业机会。谢谢。还有其他的意见吗？关于下一代领导人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是对的移民侨民工作的一个难题，是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年轻人呢没得到任何的酬劳待遇，尽管他们在美国进行了大量的工作。的确，他们是本着热情，要为下一代打造更好的未来。好，非常抱歉，现在没时间了，要结束讨论。感谢墨西哥政府，还有中亚地区的代表，特别感谢听众们。和我们分享经验，希望其他的会议呢能够取得同样的成果。总之，我们的结论是，我们要在移民团体来表现的包装性、包容性，可以通过和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合作来做到这一点。这样呢，希望通过我们这些努力，下一代
能够打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谢谢各位的参与。